而接下来六七月就是石斑养殖业者的收成时间了。在高雄县的永安乡，还有养殖业者号称用让鱼吹冷气的钻石水来养鱼，那到底是什么样特殊的养殖方式呢？我们带你了解。活蹦乱跳、新鲜肥美的石斑鱼，还有这边至少重达25台斤的龙胆石斑，育成率至少70%。究竟怎么办到？业者透露，其实有个小秘密。我们这样的所饲的鱼啊，吼，抽水是抽中游，去拍两排水嘛，吼。我们把中游的这拍水，给当作讲是泉州水啊，是我们温爱的救命水啦。养殖业者这么看好冷排水，是因为南台湾夏天温度高，而冷排水就维持在22度左右，再加进余温中调和，就让鱼儿仿佛吹到冷气一样舒服。而且以4分半的余温来说，以往都得从海边找井以马达大力抽水，现在也免了，因此让养殖业者一个月至少省下1500块的电费。在夏天的话，对我们养殖池来讲，它可以降温。无形中就是说我们用的水量就比较少，所以电量的用电度数会比较低。把中油无价值水转变成钻石水，养出一台斤上看250块的高品质龙胆石斑，环保且又经济实惠，可让永安养殖业者笑呵呵。云顺、郑祥、陈家祥，高雄县报道。